感谢您观看古牧船长的视频，我是小娜，新手上路，希望各位老司机多关照。本期小游戏，手机输入 HJ， 你能打出喝酒吗？快来评论吧。S10 赛季开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相信小伙伴们都没少打排位吧。虽说这个版本射手得到了加强，坦克开始走下坡路，但是战士的胜率依然很高。第一名，雅典娜。胜率 55.3%， 雅典娜在这个赛季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，从赛季初到现在胜率一路提升，出场率也越来越高。第二名，刘备，胜率 53.7%， 刘备号称峡谷战撸王，不但战撸强，而且前期刷也很快，节奏能力也强，四级之后又肉又有输出，容错率高不怕控制，在野区堪称霸主。第三名，哪吒，胜率 53.6%， 哪吒现在没有之前那么热门，他的出场率不算高，但是胜率却很高，大招无懈突后排，残血全图收割。第四名，宫本武藏，胜率 52.9%， 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这个被天美削弱次数最多的男人居然上榜了。不过仔细一想，宫本的上榜也绝非偶然，毕竟天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削过他了，而之前强势的凯、孙悟空和白起都被削过了，加上宫本现在是一个比较稳健的战士英雄，所以他的上榜自然也不算奇怪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不要忘了点